是绝对值，绝对值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绝对值的写法的话呢，它是一个栅栏，把一个数字包在里面。那绝对值的意义是说，如果说数字是正的，它本身是正的，它还是正的；如果它是负的，那它就会变成正的。那同学要要知道，这里的负 a 指的是正 a。 因为如果说 a 是小于零的话呢，加了负号的话呢，就会变成负负得正，会变成正的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来介绍下一部分。下一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，两个数字的话呢相减加了一个绝对值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它表示的是两个数字之间的距离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这个例子的话呢是，假如说。 一个数字是三，一个数字是一，那么我们两个相减的话呢，它的距离是二。如果说我们是使用的是在数线上面来表示，我们来看三的点在这边，一的点是在这里。我们的话呢，两个边的话呢，如果两个一相减了以后，这两个的距离三减一是多少呢？是二。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距离的话呢。 的算法的话呢，它是要利用绝对值的一些技巧。无论说一减三还是三减一，1, 答案的话呢都是二。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如果说是用距离的方法来算的话呢，来说的话是要用绝对值这个技巧。现在我来做一个绝对值方程式的一个例题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。这个例题是二 x 减一的绝对值等于五，那我们如何去解这个 x 呢？ 我们的话呢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，绝对值里面的话呢，这个绝对值是五，它有可能答案是五或者是负五。那怎么去绝对值呢？来，我们第一个情况，第一个二 x 减一本身就是五，那我们的话呢，利用移项过去。如果同学的话呢，对移项不熟悉的话呢，我们等号两边同时加一。 那么，于是二 x 的话呢，这个加一了以后就抵消掉了，等于五加一是多少呢？六。于是 x 是多少？x 两边除二，于是 x 答案是三。这是第一种情况。那我们还有第二种情况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：二 x 减一的绝对值是五，二 x 减一有可能是负五。5 做法是一样的，我们两边同时一起加一，二 x 减一就会等于负四，4, 于是 x 等于负二，我们就解了这个方程式，这个绝对值方程式答案有两个解，一个是 x 等于三，一个是 x 等于负二。有的时候的话呢，绝对值会出现的是不等式的情况，那不等式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？ 我们的话呢，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，求不等式这个绝对值要大于五。那么同学要思考的是，第一个情况，我们来把它的所有情况列出来给同学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绝对值要大于五，首先第一个它本身就比五大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一样的话呢，跟等式一样，解法完全一样。 我们两边的话呢，同时加一，二 x 大于六，于是 x 是多少呢？x 是大于三。这是第一个的第一个部分。我们来介绍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来看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要看的是绝对值比五大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如果去掉绝对值，它应该会比谁还更小呢？ 它比负五还要更小，它会比负五更小，因为它是负六、负七、负八这样子取，绝取绝对值才会比五大。两边同时加一，于是我们的答案是 x 两边同除二，于是 x 是小于负二。那么这样的答案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写呢？ 如果说我们是用区间的表示方法的话呢，我们来看，x 是大于三，我们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是没有三，我们这边的话呢，画一个空心点，然后的话呢，比三还大，那么我们就在它的右方画一个箭头。如果比负二更小，那么我们的话呢，画了一个空心的点，比负二更小是在它的左边，我们的话呢要移过来。 如果的话呢，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那如果以区间的写法要怎么写呢？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们前一个单元有介绍过区间的写法，我们的写法是这样的：我们一律是由左到右，左边的话呢是到多少呢？我们要写的是负无限大，逗点到几呢？到负二，圆刮弧，然后的话呢这一段。 这一段我们用一个符号叫做 union，连集。这个是三，我们三道无限大。我们这样的写法的话呢，就可以表达了这一题的解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大概的介绍了绝对值的一些意义以及应用，还有一些例题。